拉嗰、那個A major 要拉至少5次 ，OK， 先至可以開始拉依首。如果唔係咧，佢就變咗一首唔啱音嘅歌啦。OK， 因為啲 C sharp 又唔夠 sharp 喎，即係隻手起身咧夠啱位，之後咧 G 又唔記得咗，即係唔係記得咗，即係彈唔夠高咯。剛才已經好像中間有些走了一樣，之後你說要留意一下音準之後才有些救到，那些救不到是應該高了的 A major 很難， A major 很難，不是那一項可能真的很少拉你第一首 OK 即是拉你過以前，以前老師會避開不要選那麼多 sharp， 即是盡量減少，即是選一些考試歌或者練習歌就一個 sharp 或者一個 flat，好，这个是 A 啦，我想你唱一个 scale， 一个八度的 scale。So name 是乜嘢啊？OK， 我想问一下点解你会唱度嘅？我喺 A， 我不知道有没有关系，因为真的有好几个学生，他们不是学生，我问他的 key， 他都是总是第一个音是会唱度的。Movable 度是不是以前有先生这样教你，还是你自己觉得哦个 key 的什么 key 的第一个音都是唱度，是 很自然的。第三个 key 是唱的是 A， 那粒音的 A。邊個？邊？鋼琴嗰啲所有嘅 scale 都係咁樣記得曬咯，嗰啲。我真係我聽嗰啲咩melodic 啊 minor 咁樣，係咯，都係聽翻嗰啲咩類似嗰啲。我覺得我唔係好熟啲鋼琴先生啊，我唔明，我唔明，我唔明點解佢哋要。就需要彈好多次俾你聽，你聽熟咗未啊？啲音。你 fix 到呢個 system 同你 movable 到嘅 system 都唔緊要，即係如果最後你係以嗰個音準，即係其實睇下個音準唔準啫嘛。咁我想而家就係叫你唱一個呢個 A major 嘅 scale， 你可以唱到就得，你唱落唱拿得，或者你甚至唔唱名就拿唱一個 scale 落上，然後落翻嚟。我想睇下你唱得準唔準。你嘅試下唱呢個音啦 ，OK， 唱落去，嗯。都 OK， 七十幾分啦。我想咧，你唱 scale 嘅時候啦，嗰啲音係要好定嘅。無論你用假聲好真聲好，你的音都是要唱長一點，因為 你音同音之間沒有連貫，我相信那些 singers 他們練唱歌呢，我們不是要唱得好像他們那麼好，但其實他們因為唱的時候 是 Metal Forte 是很穩定地唱，不是那麼快，跟住就而且他會呢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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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佢翻翻落嚟，佢就係喺度係咁兜圈咧，令佢哋有呢個 scale 或者 arpeggio 嘅感覺，所以我哋都要學佢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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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就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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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為咧你咁快嘅時候咧，你逐啲高咗咧，你自己唔覺噶。但其實全部都是 arpeggio 嚟嘅，譬如我哋睇第一個小節，哒哒哒哒，你知道呢個係 A major chord 啦，係咪？咁咧，你要小心最尾嗰個音個 A 咧唔會高嗰頭。其實好多時咧，最尾嗰個音咧都係高咗，真係會咁樣。係咪？應該好。
你應該知道呢個先準。第一個係係衝咗浮咗出嚟，你要有一個 A major， 有呢個 chord 嘅一個和嘢感覺，啦啦啦啦，你可以俾自己出嚟，啦啦啦啦。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，你有準備，四手指有準備，唔係求其一個位置打開又唔知道，縮埋又唔知道，係咪啊？你再試一下，好啲，會不會錯了一個音呢？放鬆一點左手，試多一次 D 音 Re 2 3 4，放鬆一點左手，手腕 N，可唔可以試？而家你嘅感覺如何？左右手有冇好緊張？我覺得比頭嗰兩行有啲硬。你試多次呢個小指咪嗦添。點解你聽唔到嘅？你再嚟多次，唔好睇譜。嗱，今次頭先唔準嗰個咧，而家準啦。但啱啱又多咗一個唔準嘅，再嚟多次。邊個音唔準 ？Sharp， 稍微高咗。咪嗦天。當你知道，哎，好可能真的高了，你應該 check 一下嗱，呢個音咧 G sharp 同埋，其實佢哋係個感覺係好似半音咁啊。雖然佢哋唔係同一條弦，三手指撳 D， 四手指撳 A， 但係佢哋係好似半音。你諗下，如果三手指唔係撳 D 嘅話，係撳 A 嘅話，佢會係咩音呢？係個 D sharp。D sharp 同 E 係半音嚟噶嘛？咁而家只不過唔係撳 D sharp， 係撳過一條弦，咁個感覺係咪啊？都係好似半音噶，所以你拉呢一個小節嘅時候咧，你嘅三四咧已經要好似一 pair 咁樣嘅，就唔可以分開。你一分開嗱，可能就係因為咁樣，佢咪高咗咯。同埋另一樣咧，你見到個音冇 sharp 噶嘛，係咪？嗰個四手指冇 sharp 噶，係咪？係啊，咁冇 sharp 其實就係唔好打開咯。So 嗱，呢個太高啦 ，G sharp， 哇！嚟多次，嚟多次。你聽，你冇聽，你冇聽音準。我如果咁樣拉，你聽唔聽到邊個音唔準啊？亦係啱，點樣唔準呢？其實你頭先真係有咁高嘅，但係點解我拉你會聽就聽得出？你唔使諗，但係點解自己拉嘅時候你聽唔到呢？你諗緊乜嘢呢？你有冇俾音準呢個感覺？你有冇試下去放開等音準嘅俾你傳呢一樣嘢俾你呢？你再提多一次呢個小節。G sharp 係放鬆啲手腕，係啦，係啦，係啦，同埋咧又係咧，成個係一個小節一個感覺，你應該見到啦，我嘅手咧係一路順住，好似我唔知呢個似乜嘢，好似時鐘咁樣。我就算喐咧，我都係咁樣，我就唔係哒啲哒哒哒哒，唔係咁即係窒住咁樣去喐噶。
咁你先至流暢，係咪？如果你左手係流暢，但你右對唔住左又調轉咗，你右手係流暢，但你左手係嗒嗒嗒或者好遲，你真係緩弦嘅時候你先至喐，咁咪咁兩個唔咁兩個咪唔夾咯。所以是不是又是感觉的问题，你想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呢？左手左右手是不是这样配合呢？是的，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有 G 型的时候，你的手掌一定要转出来，现在要多，你就甚至做夸张一点，你如果手掌的动作是够的话，你的手腕手掌你才可以放松。